为纪念哥哥黄家驹去世25周年，黄家驹弟弟黄家强将举办一场祝您愉快的演唱会。演唱会不仅是对哥哥的缅怀，更是对黄家驹精神的延续。据黄家强透露，演唱会现场还会采用特效，对哥哥黄家驹的经典曲目进行重新编排，兄弟两人将进行隔空对唱。据悉，演唱会将于6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。黄家强表示，哥哥生前热衷于公益，参与了众多公益项目，而能传承他的精神，帮助更多的人，是我们送给他最特别的礼物。黄家强还透露说，此次演唱会的所有收入都会捐赠给贫困山区儿童、怡乐园音乐教育，希望生活在贫困农村的孩子们也有更多机会学习相关音乐知识。另外，黄家驹的蜡像将在6月8日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揭幕。同时，他的蜡像一部分生前物品会在6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会上展出。此次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两岸三地多位优秀音乐人，相信会是一场成功的演唱会。